首期新能量公益排行榜，赵丽颖、华晨宇、蔡徐坤分别登顶。首期新能量公益排行榜，赵丽颖、华晨宇、蔡徐坤分别登顶。今日，新能量公益排名榜首期周榜正式揭晓，赵丽颖、华晨宇、蔡徐坤分别登顶演员榜、歌手榜以及新星榜第一位。赵丽颖、胡歌、迪丽热巴、杨幂分别排名首期新能量公益排行榜演员榜第一位、第二位、第三位以及第四位，可谓实至名归。华晨宇、毛不易、易烊千玺、张静颖分别排名首期新能量公益排行榜歌手榜第一位、第二位、第三位以及第四位。蔡徐坤、范丞丞、朱正廷、张新成分别排名首期新能量公益排行榜新星榜第一位、第二位、第三位以及第四位。